让，哎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，大夫，刘护士，赶紧准备一行血浆。好的。哎，大夫，大夫，里边人怎么样了？你是他家属吗？哦，不是，赶紧通知他家属，伤者现在失血过多，脑受损，我们需要进行手术，时间来不及了，赶紧通知家属吧。大夫，我是他家属，求求您救救他吧。大夫，我求求您了，行吗？大夫，求求您帮帮忙吧。求求您了。 好吧，时间来不及了，救人要紧。我去请示一下院长，你们等我消息。好，好，好。拜托了，拜托了。等等，快点，大夫，拜托您了。谢谢，谢谢。哥，你听我说，韩国情万一要有个三长两短，你这就是故意伤人致死，这辈子就完了。 他不是还在抢救呢吗？你看他那样子，能活过来吗？啊？那我该怎么办？逃！逃！对，往外逃，逃得越远越好，别再回北京来了。那我逃了，你们怎么办？没事儿，哥。 真是你伤的又不是我们伤的，他不能把我们怎么样。哥，你听我说，我觉得他家人马上就快到了，你得赶紧逃，再不逃就来不及了。可我往哪儿逃啊？现在只有一条路了，往南。往南，香港。到叔叔那儿去。逃港，哥。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，走啊哥，你快走啊！不走就是死路一条。建国，阿慧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！我什么都不管了，我要跟你在一起，哪怕是去坐牢。建国。 如果你现在要去自首，我马上就陪你过去。事情的经过我都在场，我可以给你作证。听着，这件事跟你没有关系，我不在场是我一个人干的，知道吗？啊，我一个人走，你等着我，等事情平息了，我会回来接你，知道吗？啊，阿波，你答应过我的，你说过的。 你说我们这辈子都要在一起，你说过的。是我说过，艾薇，我们一辈子都在一起，我发誓。想当初，在活着，猫死进去救你，我就没想活着出来，我死也要跟你死在一起。艾薇，我是爱你，我这辈子只娶你一个人，你相信我。 我知道我高建国欠你们安家的，这辈子还不了，我下辈子还。我高建国就是给你们安家当牛做马，我也心甘情愿。可是现在我必须一个人走，我不能带你走，你明白吧？等着我，等我站稳脚跟，我就回来接你，相信我。 高建军，你快告诉我，你哥去哪儿了？妈，我真不知道。你忘了你妈是干什么的了？你妈是分局最优秀的预审员，你告诉我，你哥到底去哪儿了？妈，你就别逼我，我不会告诉你们的。 你真混，你真混，你真是糊涂！哎，小月，别打头，你打屁股。南国庆要是死了，你哥就是杀人犯，你这样混着他，那就是同案犯。你是不是想让我和你爸爸同时要失去两个儿子？小月，跟老二好好说话。我这就是好好跟他说话。
心意。笔记本。九龙油麻地左敦道178号，你可去了南方，准备逃岗。逃岗可是死罪啊！你这孩子，为什么不早说？不行，我现在就去抓他。妈，你别费劲了，你抓不着我哥。高建军，你太小看你妈了。老高，我现在马上就去火车站。无论如何，我也要把高建国抓回来投案自首。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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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求你了，放我哥吧！放开，妈，放开！逃岗是重罪，如果你哥被抓了，他这辈子就完了。你上哪儿抓去？广东。他想逃岗，保安是必经之路。同志，同志，麻烦了，住宿。住几天啊？两天吧。啊，介绍信、边防证。什么？介绍信？我介绍信忘带了。边防证呢？边防证还没来得及办呢。我是来这儿找工作的。我看你怎么像来逃岗的呀？你别误会，我怎么可能逃岗呢？那是违法的事儿。我真是来找工作的。同志，这里是边防警备区，你看那写的什么？啊？你说你啊，一没介绍信，二没边防证，还想在这儿住店？我劝你啊，赶紧走吧，不然呢，不出半个小时，边防派出所肯定找你麻烦。同志，你能不能通融一下？我有介绍信忘带了，我过两天给你，行吗？这个绝对不可能的。什么态度？你这是？哎，小谭。不是本地人吧？我是北京的。哟，
挺远的。怎么了？他到这来干嘛？你什么事儿啊？我知道你要干嘛。来，跟我来。刚才那家旅社的清洁工，你跟服务员说的话我都听见了。兄弟，跟我说实话，我能帮你。你能帮我什么呀？哎呦，我一看你就是跑出来的，对不对？哎，打算到那边去，对不对？你什么意思？跟你说实话，从这边隔两天就有人跑过去，这不是什么事儿。但是啊，你得有钱。我有钱。有钱啊？哎，有多少钱？300多。行行行，300，正合适。那我去哪儿啊？哎呀，城外边找个地方待着，睡一觉。哦，行行，千万记住了，我先走了啊，走了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是北京市公安局的，我来办一个案子。请问一下，你这儿有没有住着一个叫高建国的年轻人？你说的这个人，我们这里应该没有。高建国，你能确定吗？能确定，我们这里是边防警备区，住店的人登记都是很严格的，必须要介绍信和边防证，我们这里没有这个人。谢谢。来人了，打烊了，吃饭到别地儿去。我不吃饭。那你干什么？我找人。找谁啊？老四。我就是老四。我怎么能相信你就是老四？看清楚了吗？我就是老四。杀人未遂，湖南岳阳监狱蹲了10年，然后提前2年刑满释放，表现得不错。说吧，你要找谁啊？帮我找到他。这什么人啊？高建国，北京来的，准备坐船逃港，我要抓到他。我为什么要帮你？这是一半，完了以后还有另外一半。我怎么看你像公安的探子呢？我是公安，但不是探子。你跟这高建国什么关系？我是他妈。